二零一二年四月，一份来自河北有三百人签名和按手印的请愿书的复印件，在中共政治局传阅，震动中共高层，同时激起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被称为“三百手印事件”。这个事件的主角是河北省泊头市富镇乡周官屯村的优秀教师王小东。 王晓东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随后他的母亲和妹妹等家人也相继开始修炼，全家和乐融融，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是全村人公认的好人。然而，1999年7月，中共政府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后，王晓东全家饱受摧残。 王晓东和他的兄妹遭到多次非法抓捕，一家人流离失所。近七十岁的老父亲在困苦和对子女的思念中，于二零零三年去世。二零一一年，王晓东的妻子不堪迫害，与他离婚。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王晓东再次被泊头市公安局强行抓捕。 当局在没有出示任何有效的法律文件的情况下，对王晓东等三位法轮功学员抄家、绑架，并且抢走了王晓东家的大量财产和两万元现金。王晓东家中只留下一个六岁的孩子和七十多岁的老母，无人照顾。此事引起了全村人的愤怒。 三百村民在王晓东妹妹王晓美所写的请愿书上签名，并按上手印，当地大队甚至盖公章证明，要求当局释放王晓东。请愿书在网上曝光后，当地国宝抓捕了王晓美，并开始对所有按了手印的乡亲进行骚扰威胁，要他们承认自己是违心按手印的。 但绝大多数村民都坚持说自己不是违心的。在这种情况下，五月十八日，镇政府工作人员让村民重新签名。这份重新拟定的签名书上说，签名的动机是出于对王晓东孤儿寡母的同情。在这份签名书之外，还另附了一张写着“拒绝邪教承诺卡”的小卡片，让大家同时在卡片上签字。 截止目前，这一事件的进展是，地方检察院对王晓东案以证据不足为由发回公安机关复查。三百首印事件震动了中南海，中央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件事情相当于当年邓小平改革的小岗事件，要改写历史。 在中共统治下，有冤无处诉，而被迫上访的民众不计其数，很多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联名支持。但是，为什么这起为法轮功学员联名上书的事件引起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这件事情对当前非常敏感的中国政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它本身又意味着什么？这集的“事实关心”，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 首先，三百首印事件发生在法轮功依然在遭受迫害的今天，它的出现在法律层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下面是我对曾经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彭永峰律师的采访。呃，彭律师在这个事件中，像这种抓捕法轮功学员王小东这个过程，它是不是国内抓捕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典型的模式？那这种模式？ 是不是符合中国法律呢？应该说呢，像王小东这样，呃，被强行的抓捕，并且以司法的名义进行迫害的事情呢，在国内是很普遍存在的。虽然从一九九九年镇压之初那个时候的这种案件的数量来讲，到现在已经是少了很多。但是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很多，呃，分布也很广泛。 那么，也就是从绝对数量上来讲呢，现在，呃，这种案件还是非常多的。说到它的合法性问题呢，首先根据中国现在制定的程序法律来讲，呃，就我自己所办理的这些案件，还有我的同行他们办理的这些案件，根据我的了解，他们往往在办理这这类案件的时候呢，往往存在很多程序上的问题。你比如说，首先他有可能没有给你任何法律手续。 就把人强行的，呃，抓走了。还有的呢，他有可能把人抓走了之后，不会给家人有任何通知。他有可能把一个法轮功学员带走之后，强行的关押到某某某以这个某某法治学校或者某某教育中心这样的地方，强行的关押和洗脑，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讲，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失踪的状态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一种严重的犯罪，是典型的非法拘禁罪。进一步来讲呢，实际上在中国现行的实体法当中啊，嗯、呃，并没有关于法轮功是否是邪教的这样的所谓的表述。那么也就是说，无论这些人他们在办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他们在法律程序上进行的再完美，从根本上来讲。 根本无法证明它的合法性，完全是非法的。嗯，呃，那像这样的三百人联名支持呃被关押的这样一个法轮功学院，这样的民意，它是不是有法律层面的实质意义呢？应该说，像这种联署签名支持的这种事情，它的法治层面的意义还是非常深刻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徒法不足以自行”。 也就是说呢，如果仅仅有法律，而民众呢没有这种法治意识，那么也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法治状态。那么在中国呢，由于民众在长期的这种谎言和暴力的这种统治之下，人们已经屈从，并且已经习惯于不对任何事情进行这种善恶是非的评价。但是呢，恰恰这种对善恶是非的这种坚持，这种 这种表达恰恰是一个社会法治的最基本的东西，是根基的东西。这些最朴素的善恶是非观念，是一个社会能否达到法治状态的这么一个标志。实际上，我现在也注意到，像王晓东这样的事情，在去年也发生了几起。你比如还有一个规模更大的，像周向阳，曾经就有这样一个法轮功学员。 他是有两千三百名村民联名支持他，希望能够释放他。嗯，呃，那在这个三百手印事件中啊，后来这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他让村民重新签名，而且呢，签名的人还要在这个拒绝邪教承诺卡上同时签名。呃，这种事情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另外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法律程序？嗯。 首先说呢，这种行为肯定是非法的，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啊，它应该是首先应该是一个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一个宗教、一种信仰，它是正是邪，本来呢就应该由个公民个人由自己的内心去判断，没有说，呃，人随便你定了是什么是邪教就是邪教，什么是正教就是正教。那世界上呢，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事实上，认定一种信一种宗教信仰是正的还是邪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呢，我想其实就是主要的要控制和引导这种人们的这种信仰。那是因为他们还有一种幻想，认为他们的这种对人心、对法治的这种禁锢与统治是有效的。实际上呢，现在的这社会来讲，这种信息社会的已经冲破了他这一点。 今天，当我们谈论三百人联名支持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中看待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不把当初迫害刚开始的局面和现在的环境做一个比较，从中我们才能看到这场迫害的走向。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04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我们节选了一小段内容。 也许可以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中央电视台是六一零办公室主管镇压法轮功的宣传机构，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为积极配合镇压，制造了为数众多的诬陷、诽谤法轮功的节目。仅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零零三年底，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焦点访谈、新闻节目、科技频道、说法周刊、中国外交论坛、电视批评、中国网络媒体论坛、生活频道等制作的诬陷诽谤节目就达三百三十二个，而另一主要喉舌新华社，仅于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二零零三年十月间，在新华网上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就有五百二十二篇。 还有附庸的几百家地方电视台转播，几千家官办报纸转载，诽谤出版物、音像制品、诽谤电视剧等等等等。二零零一年二月六日，一天的时间里，在中央六一零办公室主任王茂林、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等煽动和直接指挥下。 全国一百个大中城市的近千个社区的八百万青少年开展反对法轮功的宣传活动。当天，全国各地共张贴宣传画五十多万幅，发放宣传资料一千多万份，举行集会二百多场，共有八百多万青少年直接参与。报道说，河北、河南、湖北、上海、天津、吉林、江苏、山东。 江西、贵州、福建、内蒙古等地青少年纷纷走上街头，深入社区，通过开辟反法轮功专题宣传橱窗、张贴挂图、招贴画、发放宣传资料、播放音像制品等形式，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法轮功宣传教育活动。在青少年学生的带动下，一千二百多万社区居民在公约上签名。 保证不信不传，并抵制。中共政权在当初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可以说是调动了所有的国家机器，并且利用媒体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当时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法轮功挺不过三天。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十四年之后。 会有那么多维权律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甚至在一个小村子里就有三百人愿意签字按手印，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对于中国社会环境在这十几年间的变化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一起来听一下我对彭律师的另一段采访。 呃，彭律师想问问您，就是中国大陆他现在对法轮功这个迫害啊，它的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它的迫害程度和它的手段和前几年相比有没有区别呢？应该说呢，随着十多年的这种，他们法轮功学员呢，在中国大陆大面积的讲清法轮功的真相，使得许多这种民众都已经知道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尤其是在，呃。 政府工作的这些公职人员，你像我办理案件的时候，跟这些公检法司的这些人员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向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们说这种，他们进行这种做这种工作呢，实际上是在很消极的应付差事，根本内心没有想过要这么去做。有些人呢，他不会，可能不会表露出来自己。 对法轮功真实的想法，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很消极的在应付。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已经完全醒悟了，已经申请主动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总体来讲呢，它的特点现在跟前几年相比，我想正是由于这种真相的广泛传播，这种民众的觉醒，使得他们的迫害呢，不敢再像以前那样。 呃，明目张胆的进行去做，所以他现在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种迫害的隐蔽性，而且是往往是一种很伪善的手段来进行这种迫害。呃，当然，你像那些，尤其是那些对法轮功、法在这个镇压法轮功这个过程当中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并且背负了大量的血债的人。 这些人呢，在这个时候知道自己的末日不多了，所以他们这种迫害行为往往会变得更加的阴毒，更加的疯狂。对于中共无法维持对法轮功迫害的深层原因，下面我们再听一下本台资深评论员文昭的看法。文昭，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当前很多的这个维权行为是，比如说我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那么我采取一些自发的行动。 但是像三百手印这种冒着风险为别人鸣冤的情况呢，还是很少见的。何况是在被当局认为最禁忌的法轮功这个问题上。那你认为是什么使这种现象得以出现呢？嗯、呃，当然简单的说，我讲呢就是五个字嘛，就是日久见人心嘛。但具体的来讲，这个事情要得以发生的话呢，还是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呃，王晓东这个法轮功学员，他必须在全村呢是被当成公认的好人。 他在村民中必须要有很高的声望，以至于对他的迫害呢是所有村民完全不能够接受的，形成一种普遍的愤怒感。呃，其次呢，就是王晓东他的行为必须有非常强的道德说服力，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十年，你不管居住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你不可能不接触到、不被灌输就是共产党污蔑法轮功的宣传。但是王晓东呢，他的这个行为、他的表现能够使所有这些污蔑的宣传都归于无效。 啊、呃，当然你要实际做到这两点，那也是必须要长时间日积月累的去实践真善忍的原则，在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呃，以使自己身边的人呢，呃，完全信任。呃，但这个共产党他经常说那么一句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呃，但在这一个问题上呢，还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呃，那你认为，在这个就是很多人反对的情况下，当局还会坚持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个迫害吗？嗯、呃、我想那些对于镇压法轮功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是我们通常称为血债派的那些人，呃，他们是骑虎难下了。可能很多这一些人呢，会嗯一门心思走到底，从中央到地方呢都有这样一批的人。但是对于这个嗯共产党内的非血债派。 这一批人来讲的话呢，这个周官屯村这三百人按手印这个事情呢，对他们是一个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的信号。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十年，你说对呃法轮功的污蔑宣传，全国各地所进行的都差不多的，镇压的手段也是大同小异的。另外一方面呢，法轮功学员，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也都是按照呃一致的。 一个教导和原则去行事，那可能具体个人之间有差异，但是你按地区和地区之间对比的话，差异也不大。如果说在周官屯村这样一个地方，他镇压法轮功的这个环境已经彻底的失去了，就是人们都已经公开站出来要保护法轮功学员了，那么在其他地方，他要维持这个迫害的环境也是非常艰难的了。 那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共产党内的非血债派这些人来讲，他应该认识到，就是要扭转这一个环境的一个必要性、一个紧迫性了。因为如果这个事情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啊、呃，那么他们自己就变成了为这些血债派背书，啊、呃，那么他们自己也可能会成为民怨的对象。 啊，当然我说到这儿还是要补充一句，就是能够形成今天这样一个格局，呃，在周官屯村这个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王晓东一个人的，呃，他他的努力就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的。因为过去这十年间，关于法轮功的真相啊，就是在全国是广泛的流传，是吧？而且，嗯，除了这个王晓东之外呢，人们他肯肯定也从别的渠道也多多少少接触过跟法轮功有关的信息，加上王晓东他个人的这个实践真善，在他的生活当中，就是说。 呃，整个社会这个大的风气形成了，都在从当初共产党的造谣宣传中改变这个人们对法轮功的印象。那这是一个趋势了，已经是不可扭转了。就是不管这个血债派他是不是还要坚持，坚持镇压他是不是还要做他原来做的那些事情，但是整个这一个结束破坏的趋势是不可扭转了。三百户村民签名的材料，除了在中共政治局高层被传阅外， 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据《大气源时报》报道，北京一些知识分子酝酿上书中央，要求解决法轮功问题。大陆民运维权人士、民主党人也纷纷表示支持村民们的正义之举，谴责中共政法委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国内一些维权律师也愿意为王晓东做无罪辩护。 最近几个月正是中共政局出现巨大动荡的关头，政法委周永康面临被削权，血债派面临被清算。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三百首印事件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重视。那么这件事对中共政局和中国社会将有什么样潜在的影响？下面是我对本台资深评论员文钊的另一段采访。 呃，文昭，中国现在每天上访的民众啊，可以说很多啊。那很多呢，也得到了当地的这个民众的一些联名支持啊什么的。呃，所以这三百个签名，它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呢，并不是很多。可是为什么中共政治局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重大呢？呃，就是现在法轮功这个问题呢，是以江泽民和周永康为代表的这些中共血债派，他是付出。 全部努力要拼死防守的这么一个领域，那、啊、就是说，如果村民们都公开站出来反对的话，那也就表明人们不再出于恐惧去配合他保持沉默了。那这样的话，他制造恐惧的手段也就失效了嘛。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讽，就是那些制造恐惧的人呢，他心里是有一个最大的害怕的，他是怕别人不怕他。那个时候呢，他就恐惧的要死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权力的本质啊。 它就是在于服从两个字，那共产党它的意识形态就已经破产了嘛，所以它没有办法使人们在精神上自愿服从，所以它只能够通过利益引诱和制造恐惧的方式来阻止人们这种精神上对它的不认同演变为行动上的不服从，这个呢就是全部的所谓维稳工作的核心。那么，呃，人们呢，但是你说人的思想、精神。 呃，他情感和他的行为是没办法完全分割开的。我如果思想上不认同你，那么我肯定会想按照我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做事。所以共产党他也知道，他不可能在一切领域杜绝人们的反抗。所以如果你是在呃什么限购二手房的政策上不服从他，或者说、呃、反对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兴建化工厂，他可能会。 争智尔避智尔，就是说他可能会妥协让步，但是呢，他在某一些关键的领域呢，他一定要拼死防守，他要让你确信，就是如果你敢在这些领域来挑战他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对你挥动专政的铁拳，对吧？那么法轮功呢，就是他底线的底线。 啊，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他能够维持现状和维持自己生存的一个最后的防线了。啊，但是现在这个村民呢，也敢于站出公开站出来，呃，冒着这样一个风险去保护法轮功学员，这就说明他已经没有不可以被攻破的防线了。所以说，三百个签名，你从绝对数上来讲不是太多，但是它代表了全村人的意见，而且加上公章以后，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全村人的。 从从上到下一个非常明确一致的意志，所以尽管是一个村，尽管只有三百个守约，这对于这个呃中共当局来讲也是非常强的一个信号。那你觉得呃这件事情对整个中国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呃，这个法轮功问题啊，它事关江泽民和周永康这些人的生死攸关嘛，呃，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就是。 包括那些对法轮功所知不多的人，他也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嗯，三百个手印这个事情，对于那些呃对法轮功情况尚不了解的中国人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啊、呃。因为中共要倾尽全国之力想要消灭的一个功法、一个信仰啊、呃，倾尽全国之力想要去所谓转化的这个功法的修炼者，但是在这一个村子里面呢，却得到了全村、河村上下呃所有人的保护。 啊、呃，就是要为他讨回公讨回公道。那么呢，到底这法轮功是什么？呃，到底到底法轮功学员是什么样？那么这个事情会促使他们去了解、去思考。那么对于更多的民众来讲，包括那些维权民众来讲，那么这个事件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呃，和一个呃很好的示范。呃，也就是说，呃，共产党他现在已经没有能够坚守得住的一个阵线了，这就表示。 这个彻底的变革已经非常近了。当人们认为这个社呃这个社会的变革啊已经很现实了，越来越现实，现实到只要你迈出这一步，只要去做，就会带来改变的时候，那么这个中共几十年他所筑起的这个恐惧的高墙呢，瞬间就可能崩塌。对于三百首印事件和它所引起的冲击波，大多数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的一点是，法轮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恢复名誉。 现在从民心的向背、迫害的力不从心、政局的震荡、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来看，都已经明显的在朝这个方向走了。那么，在几乎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的结局的时候，这个短暂的中间过程就变成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也就是让所有的当事人重新进行判断和选择的宝贵机会。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事事关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